영원했던 하늘이 무너지고 어둡던 눈앞이 붉어지며 뭔가 이 공기 있는 것 같아 괜히 이상하게 먹을 것만 같고 네 눈을 보면 난 잡아낼까 눈 같았으면 난 잡아낼까 조금씩 더더더 갈수록 더더더 이제 내 맘을 나도 어쩔 수 네가 나 잃지 못하게 우와 쥐가 겁나 啥？ 别紧张。 哇，我又比他差了一点儿。快 ，nice， 恩熙，开个，两边两个竖的，左右各是竖的。哦，我现在呢？我的被子怎么飞了？ 哇，你们还挺焦灼，很焦灼，很焦灼。这都已经习惯了，对，我下去都能给你跳 Queen 卡了。你不行，你跳来。阿莫，阿莫，这个可以，我们不带怕的，没事 ，Queen 卡组。 三角的，往上落，往上落啊！真源，对对对对对，恩熙已经，恩熙对了，恩熙漂亮，哥你也 queen 卡一下，怎么跳？<笑>这样，好，来，我陪你们，queen 卡。 观众的心里，两位第二局，请准备。
看怎么的。You tell me you a liar. 啥呀？啥呀？谁学谁的？哎！再你再一会儿，你俩把那首歌唱完了。哇！恭喜白鹿胜出！恭喜恭喜！来吧。哎，不，你要往前，你那个脚黄的在脚踝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正好。啊，对，稍微往后一点，稍微往后的，他们盯着呢，他们盯着呢，来吧，好，好，这样哈，对，我这也遥不可及啊，估计是都不行，来吧，呀呵，呀，呀，四，呀，跟玩似的，五。一二三四五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谁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，我没那么想赢啊。你没那么想赢？他跟我说我没那么想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组的都是什么队员？你别这样，我好害怕呀。一二三，哇，怎么样？再试一次。那我给你压腿吧。你这呼我一下，呼你一下，呼你一下，我说呼我们呼啊，一，呼，啊，你二，不还没呼，还没呼，呼，呼呼，呼，哇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最后一个七，我这个不算嘛，那个得摆正啊，哎呀，摆正嘛，来摆正，摆正了，现在第七块，呼，后面没力，一。一二三，三，好，不是你这样，你手在最后的时候来一个这样的，对，就这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一下，好，明白。对，咱弹出去。一二三，弹一下，没弹稳，你再来一下试一下。送你们得了呗。来来来，还有机会。陈哥，这么多台机器呢，公然作弊。你们这一组会出现在正片吗？没事，多余咱捡到 Z 世界里。行，那我们放弃。我觉得放弃了。我们放弃了。夏哥来。夏哥，我还来吗？夏哥来试试。来一下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？来吧，夏哥。一。要帮你一下吗？不用，不。二，我帮你一下。不，然后我自己一点点过去。好优雅的手指啊！四啊！我也弄了四个刚才。哎呦，下一个可以啊！来给自己按摩。积木也要休息一下吗？刚才夏一哥说这个我没问题。啊！第五张。哇哦！哇，可以有机会。五个，第六。我这两块现在比积木都硬，我靠！鱼尾纹又多了三条，老师，我跟人肚子阻挠了。肚子太大，要没肚子就够着了。现在恨自己肚子大了是吧？
还差一点点，老沙，还差一点点，这几个了？这是六个了，那能到九个吗？中队挑战体前屈百肌木九块失败，马上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竞拍，可以竞拍的是黄队和白队。抢六吧。我快，乐姐快，我纯展示，我纯展示啊，纯展示，纯展示。啊！哎，就这个人还敢按七呢？就这老妖。二四三，一二三，哎，哎。好，白鹿，你连一块都放不上，就这样还七块，你还拍七块？我为你们拍的。你先把它放正了好吗？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别贪多，把它给我放正。别急，别贪多。哎，你看这气势，仿佛你已经拿到七了。唰，是什么声音？你最近要坚持。最近的康复已经有进步了。哎，好，再来一块。这家玩小汽车呢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要摆正，要摆正，一定要摆正啊！把前面的人，你先把这块摆正。先把这块摆正，我放弃了。凯哥加油！凯哥需要帮忙吗？等，不是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他好轻松啊！哎呦，凯哥可以啊！是，妈呀，这原来是芭蕾舞团的吧？这是舞。啊，不要！等一下，够不着了。你俩起来一下。有，哇，还差一块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俩都拿住，哎。这给我放过去，这放过去，你自己弄一边的。这，求我。这个得放。凯哥深呼吸，吐气。吹口哨。把肚子填空。快了，加油，凯哥，加油！恭喜凯哥挑战七块，辛苦了！厉害！这芭蕾王子确实是这横叉。张真源，要不挑战一下？哎，真源你来一下。真源来一下。我腿会炸的。来，我在这给你盯着来。我觉得七块太少了。哇，他手长。哇，他有身高优势。哇，五，你早点上来呀，大神，你让他来的，你让。哇，最后一块了。哎呦，还能修复呢。哎呀，还能给我捋直了。哦，哎呦呵，还有最后一块。哎呦呵，这小伙。哇。哎呀！我都没地儿坐呀，哥哥。坐了吗？我坐了。
不是，我这有点不舒服，哥哥，你这硌着我了。哎，你基数太大了，他压不住你。哎呀，疼，不行，你这牙疼吗？不是，你得坐住我呀。他坐不住我，他这个能坐的地方怎么那么少？我能正着坐吗？可以。哦。你能压住我？你能压住我？等会儿再来一次。你头往后一点，这样更重。哎，对。哎，上套路了。下去，输了。晨哥第一次挑战失败，没有成绩。等会儿我先起来一下。不是，我这个腿实在抽筋，抽的有点。是游戏的事儿，还是这个年龄开始？年龄没你得先这样，对，然后一人压一条呗。就一人压一条。要不我压脚吧？可以。哦，对，哇哦，我怎么那么累啊？1.23米，还可以哈，可以。来，下一位成员。啊，这肯定压得死死的。压好啊，哥。好。我怎么感觉你要把脸贴地上？不是，弟弟，手往前伸啊，手往前伸啊。你干啥了？真发力呀！我告诉你，发力的点不太对啊。哦，有希望，你还得回呢啊！哎呦！出去了。汉晨晨的成绩是1.16米，接下来下一组，过来给坐一下。哦，我的腿啊！怎么我们队两队帮忙啊？那咋整啊？你别说，挺踏实。过年了。平身，一个吧。我该能起了。对不起，起不来。算了，再试一下。来，我压你了。嘿，我的任务是把它够回来，是吧？我给你拿回来，来，我先给你拿回来。谢谢哥。来，你在这儿行吗？哎，行，那这是我们成绩了。走，这好像真。哥，你压住我呀！我压住呢。哦，我感觉他的小腿随时翘起来。不行，来，来，再往前。哎，你怎么差一点？我压不住去吗？回吧。哎，哥，别动。啊啊！哇！哇，已经很远了，我觉得。没我们远。黄星辰挑战的成绩是118厘米，下一位成员白鹿。哇，你这个坐的地方好少啊。走。哎呦，很轻松啊。哎呦，哎，可以啊。哎，立起来。回。哎，可以啊。哎，可以啊。好远啊！哇，这还挺远的，很轻松，比我差。我来，我俩一起压你吧，来吧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行吗？你俩坐住了吗？你俩坐住没有？坐住了，坐住啊！你俩可坐住啊！坐住了，我往前了啊！走，往前了啊！得，这还不算。等会儿，我等会儿，我等会儿，我等会儿。
哎呀妈呀，这辅助啊，对对了，行了，放这吧，哥哥，可以了，已经很远了，老沙，97厘米。哎呦我去，小腿是吧，二哥？疼，该谁了？支援啊。他有身高优势。哎呦！哎呦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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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！哎呦！怎么那么轻松？哇！最远了，超越了，1.28米。哇！还是年轻啊，真厉害啊！哎呀，张真远呐，张真远。真远，刘洋，把他们都干掉。我来压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努力了。加油！哦哦哦，可以！哇塞！哇塞！哎，就这儿。我感觉腿没压住。我已经很重很重了。哎，压不住。腿压不住。起来。起不来，腿滑下去了。他不是压不住，他都快给你压断了。他不是压不住，你腿使不上劲儿，可以试试两人。来，来。锁住。好。加油加油。哎呀，不行就不行，能不能上去？不行，再上去，回去拿再往回一点瓶子。哎，对，就这儿，放这儿，不放这儿起来吗？这儿吧，不放这儿起来吗？他放这儿，咱们就起来。哦，那不行。沙哥刚刚眼睛里都有光了，太激烈了。来，海哥，坐了啊，趴着。哎呦我的，哎呀妈，你这么压呀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呦，还这么压呢！来了啊！来吧，可以了。有了。这腰腹，年轻人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小，你小心点啊！郑凯也有那个习惯。你发力容易后面讨厌。好，有了。哎，好，哎呀，有个成绩就行了。有成绩，有成绩。第16。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。上个差不多，哎，怎么这么？